你要摆的这个吧。这样我看不，就是那颗，这样，这颗倒起来这颗啊，这一颗，这一颗，这一颗。这一颗。对，这一颗的这里啊。好看。这边。上面的黑黑的嘛，那个黑黑的在那里啊。哎，好像有嘞，啊，被挡到了啦。盖盖，让它飞起来，就停那里啊。抓到了。他每次叫得好大声，刚好被树枝挡到。这只鸟已经听了好几年了。啊，被那个毛毛的挡住了。对啊。我们阳台那边位置会比较好吗？没有，更宽不？哎，头好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就有时候会投，然后会看到红眼睛。没有，这里头好出来。嗯。那跑出来一点点。对啊。这就是它的叫声。然后今天那个夫人上网去查，查到原来它叫赵娟。听说是稀有过境鸟，在春天的时候会出现，然后所以它有的名字叫叫春鸟，它好多别名啊，红嘴黑皮，那右下角那只是红嘴黑皮，其他上面数字还有好几只乌秋。这是飞太快，柴迪亚，对，应该是柴迪亚。它叫没有，它头没有伸出来。哎呦，有听到嘴巴，看到嘴巴。你看嘴巴在叫。刚刚那一只。对对对对，那抓不到。飞过去那一只哦。对啊，它现在停在那个枝出来。嗯。哎。有有有乌秋，那是乌秋啦，对，哎，不见了嘞，那谁不见了？赵娟啊，还在那里啊？没有嘞，还在啊，还在，没有嘞，哦，有有有有啊，它尾巴不见了，尾巴不见了，哦，又出来出来了。哎呀，还在还在。叫了几年了，忘记了哈、飞回来，现在飞走，现在飞回来。